宋林，诸事事无碍，以心气汇集眼门得自在。其实堕下之事事，勾招之事事，怀摄之事事，尽智之事事等事根本，灭魔等之分之事事，得八种。八种得自在，八种得自在是八神变，八种神变，啊，得到八种神变。这里呢，诸事事无碍，就是你的眼睛会变得没有障碍，就是天眼了，就等于是天眼了。心气汇集眼门得自在。我曾经告诉大家啊，当你能够运用你身体的气在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就变成天眼。当你把气运用到耳朵，耳朵就变成天耳。当你把气运到你的鼻子，你的鼻子就变成天鼻，可以闻到很远的地方的味道，你都知道。当你的气能够运到你的舌头，你可以尝百味。什么叫尝百味啊？天上的食物你都可以吃得到，那个天降，天上的那个水，甘露，那个味道，白，天上白种的神仙所吃的东西，那个都会产生出来。所以，什么叫天眼？就是无碍啊！你眼睛印到了你的眼睛，你都会无碍，眼睛就没有障碍了。你可以看到本尊，看到活菩萨，看到很远的地方，变成千里眼，都可以看得见。那四大成就呢？这个勾招之事事，什么叫勾招之事事啊？你要勾啊，金刚勾，金刚勾。你要勾，你要看到什么，你把它勾来看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怀摄。什么叫凡摄？就是敬爱啊，就是敬爱啊。凡摄是世事，就是敬爱。你也能够用你的眼睛，用你的眼睛做敬爱法，用你的眼睛做招勾法，用你的眼睛做禁制法。禁制法就是降伏。禁制就是降伏，用你的眼睛，好像有鬼走过来，你张开你的天眼看他，他就赶快就走。你眼睛，因为你的眼睛有气到了眼睛，灭魔等，甚至你的眼力，你产生的力量，可以把那个魔消除掉。得八种自在，八神变。